的上场比赛都是来面对到九泰科技。禁区里面很挤，给到外围卢俊祥的三分进，接着被挡了下来，传球出失误，前面三打二，好球，再往前上篮得分。哇，要给班巴，班巴没有注意，卡位没有卡好位置。因为站在有利的位置，教练在今天的一个换人的策略会来得更快一些。对，卢俊祥的三分进，今天第二个的三分球 ，catch and shoot， 再来一颗，今天第三颗的三分球 ，catch and shoot 在李家康手上有了，终于把握住了。卢俊祥再给 Jordan Tober 转身单打，翁家宏有了。自己球运掉了，前面要有一个进攻好机会，应该还有时间可以打经验球。卢俊祥外围的出手进，好球，对吧？点球，这个球卢俊祥自己再拿回来之后放得上去，进攻的点都不是很顺。卢俊祥对，好球，有了这个三分球进了，好球。然后卢俊祥已经再看两次了，没问题。见卢俊祥三分进，哇！这个时候，球投本再给卢俊祥，这球很漂亮 ，nice pass。然后进攻篮板再给到外围卢俊祥三分的外线出手进。抛一下，好球！上去这个球，哇！今天已经拿下了33分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是卢俊祥，俊祥今天的外线真的是神准，而且个人拿下了30+以上的一个得分，来谈一下你今天的表现。其实打了第三场大家都累了，其实输哎，他被攻击。其实我打了第三场大家都累了，对，然后可是苏哥今天其实就想要让大家都有机会上，所以想要让我们打的还要快一点啊，所以。像有快攻有可以投篮机会，其实苏哥都到勇敢出手，对啊。不过其实到第四节，其实你们的一个进攻上面来讲是表现得非常出色。另外在防守上面来谈谈防守，第四节给予什么样的指示呢？像其实我们上半场防守是不好，可是第四节就是有把上半场做不好的地方把它调整回来，对啊。像防守的沟通，我们下半场都做的还蛮多的。OK， 恭喜你今天有非常好的表现，感谢你，谢谢。